so far to get away. Never look back, we don't care about nothing else. A sweet escape. Gotta break free like a shooting star. Let the skyline guide. Way up to the moon. Boy, it's good to know.
withstand. And laughing at the disco ball, like who'd invest in that when no one's looking at it? Kicking in the basement, kicking in the basement, hating all the same things too. If I need a pick me up, would you come and pick me up? I could really use a bug like you. Wait. To pick me way up, way up, way up to the sky, way up to the when sky. Everybody here is sneaking in and getting high. Way up, way up, way up to the moon. Boy, it's good to know I got a bug like you.各位来宾，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本次开幕式主持人杨元，很高兴与大家相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秦皇岛，共同参加2020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开幕典礼。大师赛秦皇岛站汇集全国240名中式台球顶尖高手，聚焦全球亿万中式台球粉丝热切关注。在这里，我们向一直以来支持赛事建设发展的各界同仁、运动员、台球爱好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出席本次开幕式的领导与嘉宾，他们分别是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涛先生，中式台球大师赛裁判长王柏涛先生，中式台球大师赛裁判员代表贾淑琪女士，中式台球大师赛运动员代表郎国健先生。突发的疫情让我们共同经历了不平凡的2020。开年伊始，新冠疫情的乌云弥漫在我们的上方，人们的生活被迫改变轨迹，体育赛事更是被强制按下暂停键。在这个困难的年景，乔氏台球不退反进，加大投入，以人为本，因势而变，缓解广大球员无赛之急，坚定行业大众向上之心，带动台球运动逆势重启。2020赛季，乔氏集团增设百城大战，赛事体系与中式台球大师赛相关联，让选手参赛更便捷，大小赛事交替进行，赛事总奖金从400万升至600万。2020赛季是大师赛发轫的第九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大义之时，大义为先。我们相信疾风最是识劲草，越是艰难时刻，越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共克时艰。在这里，我们更相信路遥方能知马力。下面有请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涛先生上台致辞，掌声有请。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乔氏孙涛，欢迎来到中国河北一流国际旅游城市中式台球的盛放之地秦皇岛。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全世界都在探索如何走出疫情困境，体育无疑成为这种探索的排头兵。大师赛第九个赛季，大义之时，大义为先。二月份以来，我们很多同仁为复赛坚守岗位，很多球员为复赛坚持训练，很多媒体为复赛坚持关注，很多企业为复赛坚定支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乔氏公司，向每一位媒体朋友、球员、赞助商、台球同仁、爱好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年是中式台球大师赛创办的第九年，
从辗转街头巷尾的草根游戏，到风靡全球64国的中国运动，跟随伟大祖国奋进的脚步，中式台球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亮丽元素之一。中式台球大师赛复赛，与世界积极分享中国的抗疫成果，为世界台球重启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从上海到武汉，再到秦皇岛，乔氏杯2020中式台球大师赛积极落实国家相关部门和协会的要求，严格防疫，以人为本，加大投入，为仍处在疫情下的世界台球注入一股振奋人心的力量。2020赛季大师赛开设百城大战晋级渠道，加大各赛区赛事奖金投入，大师赛总奖金从400万提升至600万，奖金覆盖名额从96人扩充到160人。我们要用更多的奖金汇集更多的人，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曾经支持过我们，仍然对这个行业有重献的人，重要贡献的人。越是低谷，我们越要团结一致，共度时艰。大师赛让我们成为一个跨界的和睦大家庭，尽管我们离开赛场有一段时间，但是当中式台球开始转动，我们还会像往常一样，用梦想和大师赛的蓝色填充生活的每个角落，从家中开始，到球房、街道、社区，最后到大师赛赛场，处处充满我们的身影。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中式台球无恙，中国无恙。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赛事顺利，谢谢大家。感谢孙总的发言，情真意切，令人感怀，不仅展现出企业的行业担当，大义之时，大义为先，更让人看到了乔氏企业的胸怀和气量。中国台球产业经历过这场检验，一定会更上一层楼。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式台球发展至今是全体台球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们不仅要感谢赛事发起单位秦皇岛乔氏台球运动推广有限公司，同样要感谢5家办赛俱乐部，他们分别是上海风云118乔氏台球俱乐部、武汉夜时尚乔氏台球俱乐部、石家庄万众乔氏台球俱乐部、营口鲅鱼圈塞纳乔氏台球俱乐部、青岛 Breaking 乔氏台球会所。赛事的平稳运行、成功举办，离不开多年来支持赞助的各家单位。随着大赛将起，向赛事的长期合作伙伴秦皇岛乔氏体育器材制造有限公司、企鹅直播、中国体育直播 TV、 农夫山泉、野豹球杆、 LP 球杆、威力球杆、波茨杆、施博台球杆盒、英国世创6811台泥、比利时亚乐美台球、优泽智能球房系统、爱跑光影桌球、90000吉秋系等单位和品牌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让我们请出裁判员代表贾舒淇，代表大师赛秦皇岛站全体裁判员宣誓。各位参赛选手们，为保证本次比赛的顺利进行，在此我仅代表全体裁判员庄严宣誓，在执裁过程中认真履行裁判员职责，严格遵守比赛章程，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对待比赛，尊重参赛选手，严格执裁，文明裁判，不徇私利，秉公办事，为全体参赛选手营造一个良好的比赛氛围，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预祝参赛选手取得优异成绩，本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宣誓人贾舒淇，2020年11月26日。好的，感谢裁判员代表。接下来让我们请出运动员代表郎国健，代表大师赛秦皇岛站全体运动员宣誓。各位参赛选手们，
为保证本次比赛的顺利进行，在此我仅代表全体运动员庄严宣誓，在比赛过程中认真对待比赛，严格遵守比赛章程，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对待比赛，尊重裁判，为比赛的成功举办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预祝参赛选手取得优异成绩，本次比赛取得圆满成功。宣誓人蓝果健，2020年11月26日。好的，感谢运动员代表。众所周知，中式台球大师赛是乔氏赛事体系最为核心的联赛，更是中式台球领域最具有分量的比赛。那比赛源于2006年，2012赛季起开始国际化，并连续8年在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直播总决赛，全球64个国家选手参加赛事角逐，每年全球视频信息播放量超过5亿次。我们相信，越是艰难时刻，越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我们相信，路遥方能知马力，大师赛与中式台球终会在一代代台球人的努力下大兴于世界。下面让我们请出各位领导嘉宾登台，共同参加开杆仪式。有请四位嘉宾登台，孙总裁判长、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共同来到台前。上前进行开杆仪式。好，请听口令，预备，3、2、1。好的，感谢各位领导嘉宾，请大家面对摄像头，我们来进行拍照留念。感谢大家，请大家入座。中式台球大师赛是中式台球职业领域最高平台，世界冠军、全国冠军诞生于此，也汇集于此，无数经典战役缔造于此。2020秦皇岛大师赛分站赛收官之战还将掀起何种风暴呢？11月26号到12月5号，谁将夺得桂冠？我们拭目以待。感谢各位的关注。2020乔氏杯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秦皇岛站开幕式到此结束，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比赛顺利。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裁判长王柏涛先生主持赛事第一阶段抽签，有请裁判长。乔氏杯2020中式台球大师赛分站赛秦皇岛站第一阶段的抽签仪式现在开始。首先呢，我向大家公布一下本次比赛的赛制及赛程。本次比赛共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全部参赛的运动员公开抽签，每8人一组，双败淘汰，每组出现4名选手进入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现排名17至32名的选手按照蛇形排位进入指定的位置。第一阶段晋级的80名选手以及百城大战出现的48名选手公开抽签入位。第二阶段共出现48名选手进入第三阶段。第三阶段现排名1至16名的种子选手按照蛇形排位进入指定的位置。第二阶段晋级的48名选手公开抽签入位，双败淘汰。第四阶段的比赛采用的是单败淘汰制，直至冠亚军决赛。由于是疫情期间，所以我们的抽签仪式全程由裁判员代抽。
各位参赛运动员一定要注意，本次比赛呢是服装啊有严格的要求，必须是单色的衬衫，不能是 T 恤衫，必须是单色衬衫、马甲、黑色长裤、黑色皮鞋。所有的参赛运动员必须持核酸检测报告方能参加比赛，没有检测报告的运动员没有资格参加比赛，请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参赛时需携带身份证、参赛证。好，下面呢我们第一阶段的抽签仪式正式开始。抽签的顺序呢是按照选手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好，下面由裁判员统一代抽。正人工三组二号，殷广南十一组六号，冯丽二组四号，单宏宇八组一号，孙梦龙十四组八号，王潘六组八号，张泽征二组一号，王春雨十三组二号，吴京五组四号，夏红岩三组六号，马良九组八号，马文斌十二组一号，王珂十七组五号，惠荣春十四组五号，高成斌十六组三号，王琛瑜九组一号，李震十二组六号，安阳一组二号，张庆勇十一组三号，王文新五组六号，周胜十八组三号，李义南十四组四号，傅普博十四组六号，李辅兴四组八号，李征九组三号，王玉恒十五组八号，刘明宇十五组一号，蒲松宇十六组四号，行动十五组二号，郑小天十七组四号，王云二十组五号，张成佳十五组三号，赵瑞新十一组二号，黄维十一组四号，张雄十六组六号，王振南十一组五号，邵阳四组五号，马志宇十七组六号，宁旭飞
十一组一号谷雨鹏，十三组四号马阳，十组二号熊新义，十五组五号王小倩，十三组六号张云鹏，十四组七号杨晓明，三组一号徐子纯，四组七号李鹤文，四组四号张荣林，十七组七号刘正杰，五组一号徐元，十三组一号董毅，十九组五号王清，九组四号汪洋，十八组四号任嘉宾，一组五号包洪峰，二组七号石伟达，十组七号刘海，十六组七号刘淼，十三组七号白鸽，十七组三号刘天任，十三组三号周飞，十二组八号祖贤义，十八组二号张家峰，三组七号关浩宇，十组三号王璐琪，十三组八号张俊辉，十五组四号何文冲，十八组六号雷伟民，二组六号西红宇，十九组六号管震，十六组五号王飞，二十组六号金恩瑞，十六组二号吕广瑞，二十组四号张汉轩，十八组七号曲爱佳，十一组八号赵宇纯，四组六号吴晨星，五组三号陈浩，八组七号马欣，五组二号樊朗彤，三组三号金博凯，一组六号庄明浩，九组七号张东旭，六组四号杜伟，三组五号素晴，十二组四号薛宝成，七组一号杨子成，十一组七号王建新，八组四号薛子川，八组八号戴乾隆，二组三号司小雨，五组八号朱晨，二十组二号王新军，
十足五号，深思七组六号，张展十四组一号，毕洋洋十组六号，车轮十七组一号，寇燕琪十组八号，赵百旭十九组四号，李宇成十五组七号，蒋正十七组二号，吕新八组五号，戴尔丹十九组一号，杨如六组二号，吉振宇十二组三号，史小伟二组八号，刘磊十四组三号，陈意涵八组三号，张建刚六组三号，严曙光五组五号，胡志龙十九组七号，洪亮一组八号，何阳十三组五号，严建博九组二号，刘鑫六组六号，崔健十二组二号，李恩妙儿二组二号，李雪飞七组八号，刘喜生二十组七号，金永斌六组七号，赵帅二组五号，杨森十组一号，赵弘毅十六组一号，李铁刚二十组三号，张伯龙十二组七号，王潇七组二号，孙荣泽四组三号，赵启明一组一号，孟江一组四号，郎国建十组四号，李春成二十组一号，马红军三组四号，李志刚一组三号，江俊山九组六号，沈申义三组八号，李翔宇十九组三号，赵若彤四组二号，李雪六组五号，李文瑞八组六号，王一南十八组一号，李桂泉七组四号，刘武八组二号，邢开杰九组五号，余光宇五组七号，曹洋洋
六组一号魏建伟，十九组二号战梦禅，十二组五号刘恩熙，四组一号齐宇帆，十五组六号何礼亮，一组七号张世强，七组七号齐国孝，七组三号宗哲，十八组五号万方圆，十四组二号刘超，七组五号。第一阶段的抽签仪式到此结束。